觉得陆离这个角色，其实是跟大家往日可能对我的了解或者看到的我是不一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跟我内心的自己又是蛮像的，对，其实因为我也有可能大家不为人知的一面，对，我内心其实也有一个像陆离一样的，然后内心世界比较丰富啊，比较复杂的一个自己在那边。但是就这次能够扮演陆离，能够把这一面给大家看，其实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